科技发展急速，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创造极高质素的影像，但是并不等于可以将我们脑入面的影像完完全全地呈现出来。作为摄影师，对光与暗、色彩的操控，每一个像素都应该由自己亲手练成。新版的Cintiq Pro 27寸可以连接不同的平台，在足够的空间里面去检视细节，呈现广阔的色域，每一笔的触感、压力都能够掌控在自己双手上。这些是我们作为创作者追求的价值。喂，做乜又拍 thematic 嘅？嘥睇 spec 都知道勁啦，唔通我又話俾你聽佢有 4K 120Hz。咁你又講？